全民共享，县领六千，农民再省保费一千。目前有加入农民职灾的农保被保险人呢，一共有315,000人有加入职灾保险，一年的保费也不过是180，所以呢，加起来呢，年缴啊只要5680万元，所以这两笔加起来，其实行政院只要从1800亿当中拨出10亿元，就足以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呢，可以在这个一年都可以得到免缴农保跟职灾保费的这样的优惠。那么虽然呢，大概1000上下，但是呢，对农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认为呢，领现金6000，对于绝大多数的民众，应该都有一个不错的一个经济利益的共享。但是对于特别辛苦的农民呢，我们这边共同主张，是不是可以来由政府呢，带他们缴未来这一年的农保保费和职灾保费？